我是 Catherine。一开始是妹妹介绍她的重训老师 Emma 给我，然后我想通过重训来提高我的肌耐力和心肺功能，我就这样签下了一对一的训练。通过教练针对性的训练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肌耐力和心肺的功能大幅度提高，身体比以前更有连接性，平衡感也是逐渐的进步。现在开始我会自觉提醒自己尽量站好坐好，抬头挺胸，尤其是搬重物的时候会直接用 deadlift 的方法来进行，避免受伤。想要跟大家说，其实几岁才开始健身都不晚，最重要的是为自己踏出那一步。健身就是为了增强我们的身体体质以及延缓衰老的速度。教练常鼓励我，可能在训练的初期会非常非常累，但是这种累给予你身体的回报是很值得的，所以要坚持住哦。